难过了，很难过。为什么？他是俺的希望啊，俺的全家的希望都给俺俩闺女上了，俺孩子上一门都不上了，现在俺两个都不想活了。他爹是致命的大女，俺大女儿上了，给新疆上的河南师范，大学了，现在出去都准备考研究生了。俺女儿给希望三高了，三高三年级，今年该高考了。他俩骑个电车回来的，他妹带着他姐，俺闺女走的可明，他一直给俺闺女盯到那沟子了。看这家孩子都跟那两孩子相差有，最少有三四十米，车子怎么给他倒倒一跑了？幺二零来的时候孩子不中了，当时逃的时候可能还得有抢救的机会，他没有给俺抢救，他逃逸了，他有抢救的机会他还给俺错过了。幺二零来的可晚了，一过路嘞才报的幺二零来。反正俺不得打听这个事儿吗？反正干啥嘞干啥嘞，上交警那儿问问他这个人命，他说那那人都说这个你可知道不了啊，然后那个县长开车的，当时那个人家也没有说这个县长带伤不带伤，现在几个人啥坐几个人还不知道。人一直现在都没抓，为什么你现在还不敢当啊？嗯，现在没有人跟你说这个话，我交警说你该咋咋吧，俺咋了，俺一点啥证据都没有，市政起诉的可差不多了，俺该咋了俺再咋啊，俺再入手有缘的，俺希望早点入手，一直结果出不来嘛，不是？我跟你说实话了，人同安人举报了，疫情期间人家看了说不收押，算的，我们说不算逃逸，算逃逸。没有压力，我们依法公正处理。县长在不在车上？我也不知道，啥时候鉴定结果都确认以后，出完以后我们再确认以后，我们再下手的呢。微量物证可能要送到公安部一级的。或者是至少是在省级以上。那我可那是星期天，那星期不可能在车上班的，往单位去的，往单位去的，给他说，当面我说的。不是你这你有的啥赶紧先去上上交警队，赶紧去自首去。积极处理，依法依规处理。我当时给他们说，法律上依法依规处理。那谁来谁管干的是哪样天呀？我只有督促你抓紧时间，全力以赴给人家进行。先是这个民事补偿你得给人家，民事赔偿这一块你得给人家。你造成这样的伤害，人家家庭全都塌了。